各位伙伴大家好，今天吉米带大家来去信义区 A13 凑一下热闹，来参加 Apple Store 在台湾信义区 A13 的开幕哦。这间代号叫做 Apple 信义 A13 的 Apple Store 是台湾第二家苹果直营店，外观采用跟芝加哥分店一样，屋顶是 MacBook Pro 外观造型的这个设计。一进场呢，可以感受到所有苹果的员工热情的鼓舞，而且好漂亮、好帅的这些员工伙伴哦。在这个寸土寸金的信义区呢，这个 Apple 愿意在这边盖一间独栋，根本就是这么大一片地上面只有地上建筑物一层，还有 B1 一层的这个官方旗舰店，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。那这边呢，呈现了各种这个苹果最新的产品。所以不管你是苹果迷还是非苹果迷呢，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一定要来到信义区，亲自来感受一下苹果官方旗舰店实际上是多么漂亮、多么厉害的一样一个设计啊！期待大家一起来光临吧。要订阅他，哦，订阅他的比我都还多就对了。吉米哥也要订阅，然后网站一定要去，然后恶魔岛。感谢感谢感谢，大家一定要互相支持一下，互相拜一下。对啊，而且远从台中来啊，台南就是台南啊，哇，昨天晚上就坐台铁上，哦是啊，高铁啊，台铁开饭了，你从晚上就开始排了？对啊，昨天晚上12点，昨天晚上12点，12点到台北，然后就到那个酒店，艾美酒店那边。对，然后我来的时候看都没有人，我以为都不用排，结果实在是要到酒店里面这样子。对，而且里面他们有安排一个会议室空间，大家就有地毯，躺在那边很舒服。你昨天在那边的时候有多少人啊？预估应该有200个人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就陆续啦。啊，我进去我就排112了。理解。然后就慢慢后面到200多。哇。对，然后早上。所以跟你们一起奋战到早上这样子。是啊，其实晚上都没睡，然后早上来这边等了两个小时排队的时候，就吐了。而且今天太阳太好了，太大了。是啊，还好我们排的时候在前面阴凉处。哦，有阴凉处啊，在那边啦。阴凉处在。排到外面去哦，那些人就真的比较累了。了解，好，我们来去逛一逛吧。